Recording or talk?好的，丁师，不好意思，刚刚那个有点小故障。那没关系，大家能看到我吗？可以的，你声音各方面都没问题。啊，那好的，那好的。这个很高兴与大家能在这种方式下那个见面那个聊天，那个确实挺好的。那个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啊，了解我的人也都知道，那个线上的课我是很少，基本上是没有讲过。我讲的基本上都是线下的课，还有那个一些鉴定的一些技巧啊，还有一些鉴定的一些常识啊等等，这些呢都是比较适合于线下啊这种交流。今天呢，应我们这个温宇山社的要求呢，那个给这个大家简单的普及一下这个玉器这个入门的一些知识。鉴定啊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呢，作为玉器的爱好者，或者是收藏者，或者是研究者啊，都必须要知道啊，我们为什么喜欢玉，喜欢玉的一个流程是什么，或者是如何收藏，如何投资，如何研究等等等等啊。那个关于鉴定的问题呢，大家在以后如果是有机会啊，这个课程上我会简单的和大家去分享一些这个鉴定的一些这个小技巧。那么呢，这个今天呢主要是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讲一下这个玉器，中国玉器的起源。那我刚才讲过，无论是什么样的人啊，都应该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啊。至少那个磨刀不误砍柴工嘛，你至少了解完这个之后呢，对于以后大家的收藏和鉴定或者是研究都会起到很大的帮助，是吧？那么这个我就开始和这个大家去聊一下这个关于中国玉器的历史啊。这个我把屏幕调过来啊，这可以了是吧？共享啊。这个大家都喜欢玉啊，就如果不喜欢玉的话，可能也没有办法去啊哈坐下来听这个东西。我知道大家也都非常忙。那么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啊，为什么喜欢玉？我们只听说过啊，这个玉是可以通灵的啊，这个玉人养玉三年，玉养人这个千年啊。这个我们可能有很多啊，就是不知道这个玉啊它能值多少钱啊，但是我们就是没有做研究的哈、啊、也没有这个基本常识的，但是都知道。那么我们小的时候也都知道这个黄金有价与无价啊，所以说自古以来呢，就给我们这个基因，或者是我们这个骨髓里吧，就这个基因里面，就这个汉人呢就带着喜欢玉啊，就是大家都知道玉是好东西，而且也都知道玉可以保佑人。那么为什么呢？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啊，整个玉器的发展阶段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叫新教革命，叫玉教革命。第二个阶段呢，叫新教革命。我这样说呢，大家可能听不懂。我就简单的说啊，就是说一些大家能听懂的啊，就是说是第一场革命呢叫神玉革命，第二场呢就是第二个阶段呢叫玉教革命，叫新玉革命啊，这两部分组成了我们这个整个玉器的这个发展史。我们现在都在学国学啊，这个讲究这个文化传承啊，还有些人呢，这个就是说怎么呢？就说是收藏呢，也是，哎呀，这个门派很多啊。你比如说这个喜欢瓷器的，喜欢字画的等等。那么我们在学这个国学的时候，很简单，其实真正中国的发展史是什么呢？就是玉的发展史。
啊，这样说大家可能理解不了，那我简单说一下，大家一想就明白了。比如说字画，那么从笔墨纸砚纸张四大发明到现在为止多少年呢？没有多少年，几百年。这个青铜器到现在为止多少年呢？啊，3000多年，这都是有据可查的。关于这佛教、佛像啊等等这些，也就是2300多年吧，也就是2300多年。那个随着古丝绸之路啊，从印度这个佛教传入到我们中原啊，也就是3000多年。那么玉呢，上下贯通有8000年的历史。所以说，我说真正的中国的发展史，其实光看玉的发展史就够了，啊，这个文化的发展史啊，中国的文化发展史，其实就光看玉文化的发展史，这就足够了，因为只有玉器来贯通了整个我们中华的文明，对吧？关于玉呢，刚才说了，大家都喜欢，而且形容词啊，就是它形容玉的，那这个都是些好的形容词啊，比如说这个冰清玉洁啊，这个玉的五德。啊，再是这个美人如玉、君子比德如玉等等等等啊，都是一些美好的一些这个形容褒义啊。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说，你看，大家看屏幕哈，能看到我估计，能看到吗？不知道大家。那我接着讲哈，这个玉呢，过去玉是怎么写呢？三横一竖一点儿。是王字加一点儿就是玉。我们先了解这个王字，王字有三横一竖构成这个王。这个三横表示什么呢？天格、地格、人格，能贯穿这三格的人，一个人那就是王。所以说啊，中间一个竖，啊，这个是王。那王手里要拿这个东西，所以说。就有一个点儿在这儿，拿着什么呢？那顾名思义，王字加一点，那就是玉了，对吧？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甲骨文，最早这个甲骨文，你看这个甲骨文和金文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喜欢玉？这个世界上好像只有我们汉人有把玩玉的习惯，对吧？没见哪个这个洋人手里没事拿着一块玉去盘玩，啊，哪怕就是在中国，你看我们这个和田玉产自于新疆，第一手的货源，第一手的开采资料，早的时候也都是维族人，啊，维吾尔族人。维吾尔族人呢，他和田产在哪儿？啊，和田是维吾尔族那边的人，这个和田玉就产在和田嘛。但是呢，他们也有把玩玉，也喜欢玉，有这个习惯去把玩。但是他们把玩的永远都是一颗原石，没有见哪个维族人手里把玩着一个非常不错的玉石的雕刻件成品。因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就是汉文化，他们接触的不是说这个不是汉文化，我刚才讲了，那么只有我们汉人喜欢这个东西。你比如说，你如果是雕刻了一个什么马上封侯啊，或者是加官进爵啊那种传统的题材啊，这个等等等等，你要给一个维族人去看这个成品的玉雕件，他可能理解不到什么意思啊，因为这是我们汉文化，对吧？但是他们那个地方盛产美玉，所以说呢，他们也知道这个玉好。所以说，大家可能这个慢慢以后也会注意到，哪个维族人他永远把玩的是个原石，很少很少，基本上是没有碰到这个把玩雕件。那么为什么呢？刚才也说了，还是汉文化。那么我们说，现在这个两场革命，我们先说最早的，最早的追溯到什么时候呢？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呢？那时候的玉啊，谓之为神玉，就是称之为神玉。
为什么叫称之为神谕呢？一个耳机行不？因为那个时候的玉器。我耳机干什么？我也要听一下这个。嗯，这里面怎么声音那么多？我就要一个，我装一个，我装一个。丁老师，麻烦你再把那个摄像头那个麦克风再打开一下吧。我刚刚把他们全部静音。这听得到吗？可以的。嗯，好，接着说。新石器时代的玉器呢，称之为神玉。为什么称之为神玉呢？因为那个时候呢，所制作的玉器每时皆为玉，未必是和田玉啊，都是地方玉，就地取材。大多数因为交通啊等等啊乱七八糟的都不方便啊，所以说就地取材。那个时候的玉啊做出来啊，统一的用于什么呢？用于巫术。巫术就是巫师所使用的玉器。奴隶主呢也有权下令制玉，但是他很少有权利去使用玉。这种玉做出来干嘛呢？清一水的都是给巫师用的。比如说我拿这个红山文化举例子啊，这个玉琮，红山文化的玉琮玉璜当时做出来是干嘛的啊？周礼当中记载，以苍璧礼天，黄琮礼地。顾名思义，璧是用来祭天的，琮是来用来祭地的。与此同时啊，有些小的挂件，就是你比如说是那个小的蚕呐、啊，或者是小的玉璧啊、双联璧啊，还有这些玉猪龙啊，大家耳熟能详的玉猪龙啊，等等等等。啊，赤峰嘛，称之为这个红山玉嘛，那么这个它是也是根据就地取材，在哪呢？在那个大多数的用料都是岫岩玉里面的核磨料啊。那个过去讲的美食皆为玉啊，漂亮的石头都是玉啊，这个我们现在能够分得清楚是核磨料了，但当时的人他也没有办法说证明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但是他只知道这块玉质好。那么做出来这些玉呢，清一水的都是给巫师用的。为什么给巫师用呢？它就相当于一个天线，因为巫师使用上这个之后呢，他可以和这个通灵，可以和上天对话啊，它是个发射塔嘛，就像一个天线一样。我这样说大家会更容易理解啊。比如说那个红山文化那个朝阳博物馆，这个最近刚刚展出的啊，前一段时间刚刚展出的时间不长，有一个陶俑，就是一个巫师啊。巫师是什么呢？他是面目很狰狞啊。为什么说，我就简单讲一下这个神玉啊，为什么说这个玉是通灵的？因为当时这个巫师啊，他在做法之前，因为是靠天吃饭嘛，祈求个风调雨顺，他在做法之前呢，他会怎么样呢？他会赤裸上身，蓬头垢面，这个头发都是披散着的啊，赤裸上身开始像抽风一样呜、哦、啊喊着喊啊叫，那引起这个天神的注意啊，引起神的注意啊，喊叫完了之后再有给他服务的啊，我们就是现在那个我们讲叫助理吧啊，这个比较容易懂一些啊，给他服务的完了之后把这个衣上衣给他披上啊。但是这个上衣呢，这个衣服呢不是一般的衣服，上面就挂满了或者是缝制上很多小的玉石，基本上是挂满了，比如说玉猪龙啊、小的玉璧啊、三连璧啊、小的蚕蛹啊啊等等，这些啊都挂在身上。头发呢给它梳起来啊，这样给它梳起来。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个红山的玉冠，就是马蹄形器啊，就是这样的啊，梳起来啊，这样拖过来前面一别啊。给它这样竖起来，
这样子他就可以和神灵对话了。啊，和神灵对话的时候呢，他就像抽风一样，浑身都在抽搐啊，口吐白沫，就像那个现在画这个羊羔峰一样，嗡嗡嗡的啊，这个抽搐。他在抽搐的时候，是在和神灵对话的时候。啊，等着抽搐完了，别人把他再扶起来。啊，再扶起来之后，他就向大家传达一个神的旨意。啊，就是啊，这个神要求我们怎么样，或者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做会更好，等等等等。所以说这个玉呢是通灵的。造成了什么呢？我们虽然也许不知道这段历史，但是造成了就是根深蒂固的流传下来的，自一辈儿复一辈儿啊，这样流传下来的，慢慢的一个啊，就是玉可以通灵。啊，玉可以通灵吗？别人讲那是封建迷信。我不这样认为。因为什么呢？因为有好多东西它既然是流传到现在，它必然有它流传的道理，有它生存下来的道理。这是其一。其二，玉的磁场是不同的。所以说给人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啊，和什么叫这个美玉啊，十之美者大美天成。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这个和大家聊个小闲篇啊，那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某某人戴了一个翡翠的手镯，翡翠也是硬玉啊，对吧？那某某人戴了一个翡翠的手镯，或者是和田玉子料的手镯，价值几百万甚至于过千万。因为那个价值几十万的那个翡翠的手镯基本上那个成色都是不能说是很好啊，对，就比较差了。嗯，但是价值比较大的他戴在一个手镯或者一个挂坠啊都好，戴在手上。那么呢，他戴在手上之后，前面如果是有个坑，他平时这个年轻力壮，或者是趁着年轻，或者是这个身体认为各个方面条件都比较允许，他可能跳一下或者跨一步他就过去了，甚至于过马路的时候脑子一走神，他不会注意看这个往来的车辆。那么带上这块又非常值钱，价值几千万啊，几百万啊，几千万，他就会潜移默化的想保护这块玉啊，该不跳的时候他说，哎呦，我万一摔倒了，这个镯子就碎了啊，我万一过马路不小心车一碰，我这个镯子就碎了。那么潜移默化当中啊，你是在保护这块玉，但是潜移默化当中呢，这个玉呢又保护了你，又给你增加了一个安全性。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啊，这是科学的一种，就是我自己认为，不说是科学吧，我自己认为是一种这样的解释啊。那么这是能看得见的，那么看不见的潜移默化当中，就是我们思想意识当中啊，这个东西的磁场是不一样的。啊，再举个小例子，过去很少有人去研究这个山海经。啊，特别是学玉的，或者学古玩的，玩古玩的，或者是研究古玩的，研究考古的，那这个大家都在必修课啊，大家都在研究这个开这个早些年的时候都在那个研究这个天工开物啊。但是后期就近些年吧，有很多学者，有很多专家都在研究什么呢？山海经。比如说那个山海经，什么东王公啊，西王母啊，这全是一些神话故事，研究它干嘛呢？但是就是因为这些神话故事，某些现在已经得到了应验，得到了应验，而且呢它有一些记载呢是非常科学的。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高古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那个就因为过去讲究美食皆为玉嘛，啊，毕竟都是和田玉嘛，那但是让我们去看这个玉料，那就是地方料。那至于产在哪个地方啊？啊，这个玉料是地方料没毛病啊，就是说是啊，你是独山玉啊，还是岫岩玉啊，还是蓝田玉啊，啊，等等等等，我们不知道，没有办法知道，为什么呢？玉出昆仑，昆仑山嘛。昆仑山为万山之祖，
《山海经》当中就记载的，光出产在昆仑山的玉料有多少呢？160多种。那么现在被我们能够发现的，能够叫上名字来的，能够说上具体，就是大差不差吧，那种地址的具体的地址，那这种玉料还不超过60种。那么剩余100多种呢？没有人知道，现在还没有研究出来，没有人知道。所以说有的时候那个别人那个请我们去鉴定啊，找我去鉴定啊，有些时候说我就说是地方料，人家他会问一句什么什么地方的料啊，这个名字叫什么呀？确实不知道，这个确实不知道。哪怕现在就有很多，甚至于一半以上吧，那馆藏的一些高古玉，你说他只能说地方料，他也不知道什么地方料，也没办法去说这个名字，是不是啊？这是个小常识，给大家聊这个小闲篇。那么呢，这个文化期玉过去之后，到了什么夏商周啊？夏商周。到了西周的晚期，到了西周的晚期啊，这个玉呢就到了西周商周那个时候呢，就是王侯将相啊，那个特别是王有权利使用玉了，因为过去等级制度是非常非常非常之严格的啊。那么呢，到了西周的晚期的时候，就是慢慢的这个玉呢就开始就是啊，你像这个腹甲呀，那或者是这个喉啊等等啊啊，这些呢也就有了一定的拥有率和使用率的这个权利啊。而且呢，这个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时代的发展啊，这个玉呢就开始这个怎么讲呢，就说是开始制玉的工具也先进啊，就开始大家呢就开始讲究一点好料了啊，讲究这个大家这个审美观点也在提高嘛。那商周的时候呢，就有一部分玉是和田玉了啊，但是当时的和田玉是非常非常之珍贵的啊，不是一般的珍贵。为什么呢？我们行内有句话叫自古商周无大器，商周无大器，指的是玉啊，不指的是别的。那商周无大器，为什么呢？商周的圆雕件有吗？有，但是不多见啊。那么呢，大多数是什么呢？大多数是小件改件。为什么叫商周无大器啊？你比如说一个玉璧啪打碎了啊，或者是保存不善磕碰了啊，碎了一碎，它不可能碎一节吧，有的时候会碎好几节，那么每一节它都会改制。这个大家经常见的这个商代的玉鱼啊，就是这种改建。为什么叫这个自古这个商周无大器啊，对吧？我给大家发一下图片，大家看一下这个商代的玉鱼啊。你看，平时稍打扰一下，就是大家他们想要就是看您就是能跟这个 PPT 同步，啊哈，因为他这样的话，他可以一直看到您不同的图片什么的。啊，好，好的，你看刚才讲的就是商代的玉鱼嘛，啊，你看这种玉鱼，还有这种玉鱼，大家看它的形状一样吗？都不一样，尺寸一样吗？也都不一样，玉料一样吗？也都不一样啊，但是都有个统一的一个特点。你看啊，哎，你看这种类型的比较多啊，你看啊，都带个弧度啊。这种什么呢？这就说是啊，这个商周无大器，商周无大器啊。关于玉器的收藏呢，也是多门多类啊，多门多类，有人喜欢高古玉。有人喜欢这个明清玉，你看，这是我们清代的收藏大家吴大成啊，这个他对玉呢就非常非常的有研究，也非常非常的热爱，非常非常的迷恋。当时也没有什么相机啊，你看，当时这个《古玉图文》这本书是他的啊，《古玉图文》啊，你看哈、啊，这战国的几字形，那时候没有相机啊，全是手绘的。啊，全是手绘的。那么真实的图片呢？是这个图片。
这是个牙章，看了吗？啊，这个牙章，这是实物，这是当时清代的这个记载啊，这是这个吴大成的这个清代的一个记载啊，证明什么呢？证明古人也非常非常喜欢玉啊，这个非常，因为这个玉啊非常重要，而且呢非常稀缺。大家再看一下现代的，这是我们这个中国人都知道啊，这不用介绍，这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对吧？杨光大，嗯，看一下，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那么国徽的设计，大家看着旁边周围有麦穗啊，下面呢有这个红色的这个飘带啊。大家再注意看一个问题，这一块是不是一个玉璧呀？啊，这就是一个玉璧。再往下看，这个红色高带这一块，连接这个红色高带的啊，这个绸带的，看一下，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小的玉璧啊？没关系，没关系，这是小问题。啊，也是。没问题。你就拿着放里边。这是东汉的一个玉璧，普文璧啊，大家可以和这个图片去对比一下啊。再往后，那我们这个2008年奥运会的金牌金镶玉是吧，也是一个玉璧，金镶玉、银镶玉、铜镶玉啊，金银铜牌嘛啊，也是一个玉璧啊，这个大家可以看得仔细一点。这个是一个就是这个对比吧啊，那证明什么问题呢？那证明就是无论是只要是我们这个汉人啊，有汉人这个血统，他根深蒂固的他就喜欢这个玉。也给大家解释了，玉是通灵的，它为什么通灵啊？这一块也给大家做了解释啊。再往后，商周之后啊，商周之后到了战汉的时候啊，战国和汉代也统称之为高古玉嘛啊，因为高古玉的下限是就是这个东汉嘛啊，统称之为高古玉。那个时候啊，相对来说制玉的工具、制玉的这个水平和技术都有提高，所以说呢，那个时候的玉呢，就是在这个王侯将相和这个富甲当中啊，已经比较广泛的流传了啊，不能说是很广泛，但是比较广泛，尽管是还是非常稀缺，是不是？刚才说的地方玉，《山海经》地方玉，那这个大家下面这个大家玩玉呢，收藏玉呢，必须要知道一点，和鉴定也有关系啊。哪一点呢？中国的历史有三个时期，我们有三个朝代啊，我们统一了西域，统一了这个新疆。这个和田呢，去新疆呢，又归我们中央政府管。哪三个朝代呢？第一个是汉代，第二个是元代，第三个是清代。不算现代啊，不算现代。第三个是清代。那么这三个朝代当中，你比如说汉代，我们在考古和挖掘中啊，发现了什么呢？这个在尼雅文化，我们叫尼雅文化啊，发现了有很多出土的丝绸和陶罐。那丝绸和陶罐出，他们呢就是非常非常明显是我们汉代的文化，而且出土的数量挺大啊。那个陶罐上面画着有些图形嘛，画着有些图案啊，还有出现了一些丝绸啊，锦帛上面都有我们汉文化。这个什么，我们呢怎么叫统一呀、啊我们叫怎么叫这个统一，就是说是你看，就是这个国家的统一意味着什么呢？
有三点就证明了国家的统一：文化的统一、政治的统一、军事的统一。那就证明我们把这个地方给统一了，对不对？它就被我们这个中央政府管了。归我们中央政府管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单我们只说豫啊，那个归我们中央政府管之后啊，那个时候啊就有源源不断的美玉，它会进贡到我们中央政府。所以说在这三个朝代用的玉料，有等级的这种玉料啊，大多数都是非常好的和田玉的白玉，无论是从白度啊、细度啊等等啊，这个战汉美玉，特别是到了汉代这个西汉啊，大家会发现一个特点啊，玉质都非常的好，很白很润，玉质也非常细，工艺雕刻的也非常的好，而且打磨的也非常的好。别人说这个打磨啊，怎么这个前代和后代的打磨可能都不如西汉的，我们经常出现的战汉玻璃光或者怎么样，这个打磨太精细了怎么样。其实打磨的精细啊，和人的费的时间和所这个用的工具啊多少的有点区别之外呢，更主要的是决定于玉质的本身，对吧？更主要的是决定于玉质的本身。所以说这三个朝代呢，为什么说和鉴定有关系呢？这三个朝代用的玉啊都是比较不错的玉进贡过来的。那么除了这三个朝代，我泛泛的举个例子，就是离现在最近的明代。明代有好玉吗？明代的这个治玉的，你比如说我们传说中的这个鹿子缸啊，治玉的水平啊、工艺啊等等，都得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提高，对吧？但是呢，明代好的玉并不多啊，带板除外。那个带板一共就这么大啊，那个料小嘛，所以说白的料啊或者干什么的，那会比较容易或多。但是你看明代这个大多数的用玉啊都是那种灰旧玉啊，很少有哈，不说没有哈，很少有出现大批量的精良的那种美玉。因为那很简单，是不是？那个时候和田不归我们这个中央政府管辖吗？是不是？所以说这三个朝代出现的玉器呢都非常非常的这个大多数啊，非常非常的玉料，至少玉料是非常好的啊。另外呢，这个随着这个发展啊，书归正传，到了什么时候呢？到了宋代的时候，像刚才讲的战汉啊，这个到了宋代的时候，这个真正意义上流入百姓家庭的啊，刚才讲是王侯将相一些富甲一方的人啊，那些富商他有这些玉之前，但是到了宋代的时候呢，这个玉呢开始技艺得到了一个真正的提高，治玉的工具也先进了啊，产生的这个就是比如说做一块玉的时间呢也缩短，治玉的主要就是因为治玉的这个工艺先进。比如说啊，最根本的就是到了宋代的时候，铁器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因为之前呢，你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治玉需要驼工，需要驼子去手工啊，去驼这个玉来解玉砂和水。在宋代之前只是用青铜的。青铜的第一呢，这个驼具的形状，你比如说有铲驼呀，有弯驼呀啊，有平驼呀等等啊，驼具有很多种了 啊受很大的局限。青铜第一是成本非常的高，第二不怎么耐用，第三它的形状也很难控制。但是铁器就不一样，到了宋代铁器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到治玉当中，铁器呢广泛的应用到治玉当中。那怎么去用呢？大家都知道青铜是最根本的一个原因，青铜是没有办法锻打的，没有办法锻打，它和铁不一样，
铁器是可以锻打的，比如说大家这个知道的那个铁匠，那我可以用把铁锨去改，把它融了之后，我叮当叮当再打一把锄头，根据我的需要怎么样怎么样啊，它可以锻打，对吧？而由此产生的砣具，就是它制玉的工具啊，也得到了一个就是精细品种都要多，所以说大大提升了制玉的时间和制玉的工艺啊，这是到了宋代。当然了，每个年代所制的玉都有每个年代的特点啊，这个呢就是在往后的课程当中呢，这个会我今天是一带而过啊，在往后的课程当中呢，我会介绍就是每个年代主要的纹饰是什么，代表什么啊，有什么意义等等啊，这些啊，怎么去从纹饰上再鉴定一些真伪。我今天呢是大体的给大家这个贯通一遍啊。那么到了宋代，刚才说了，那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啊。到了明代之后，到了明代，那传说中的陆子冈，那这个治愈大家啊，怎么样？关于他的传说有很多。至于说有没有这个人呢？不知道，这个没有正确的记载啊。这个没有确定的记载啊，你哪怕就是比如说明代的一个墓出来里面有这个陆子冈的这个款的这个玉，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确定啊，这个东西是不是他本人所制，是不是啊？那只是一个传说啊。那么明代呢，这个制玉的工具也好，或者是人的智慧也好等等啊，它有了一个更新的一个突破。你比如说镂空雕的花下牙花啊，起层花在一个玉上雕刻出来，都是镂空雕的，非常精美，而且也非常费时费力啊，这是明代的一个特点啊。那么细数到最近就到了清代了啊，大家收藏呢，我就多讲一点明代和清代的，还有现代的近现代的啊。就是为什么呢？大家这个在听课的这朋友当中啊，很多是这个剧这个别人给我介绍哈、啊、都是不是很了解，只是感兴趣啊，小白。那么如果是收藏呢，大家一般都是从新玉或者是明清玉开始，这也是个主导方向啊。刚才讲是明代，所以说呢现在说说清代啊。清代刚才讲了，清代我们也统一了和田，和田呢也归我们清政府中央政府所管辖，所以说也有源源不断的美玉进贡过来啊，源源不断的美玉进贡过来。所以说哎呀，那个时候大家发现的明清玉现在在做收藏的时候都开始挑啊，挑什么呢？说哎呀，这个料大家经常碰到啊，这个料不是很白啊，这个工艺不是很细等等等等，大家有挑选的余地了。那么我请问大家，大家以评定清代的玉器这个入手的这个先决的条件，你比如说是玉质要精美，玉要细要白，工艺要好啊，这是正确的呀。但是反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在这个战汉或者是高古玉，甚至于是文化期或者商周的玉器，那有人会过分的去强调它的料白不白呀，工艺细不细呀，这个可能性就不大，对吧？因为清代呢离我们这个现在比较近啊，所以说呢大家呢这个审美这一块虽然是有这个传承，因为这个就是一个惯性嘛，就是上代这个延续大上一代的，我们这一代的延续上一代的啊，这是个文化的传承，这样传承下来。那么明清玉我们就玩个那个工料型，对不对啊？工料是第一位和第二位的，怎么叫一个惯性延续下来啊？你比如说清代大家那个比较耳熟能详的，你说是个马上封侯，或者是那个怎么样马背上叼着一只猴子啊，这叫马上封侯，是个比较吉祥的寓意，有功必有义，有义必吉祥嘛啊，是不是？那么现在人再延续到什么呢？那个前几年我出国之前我还碰到过啊，新玉
掉了一匹马，啊，掉了一匹马，马背上掉了一板凳，啊，叫什么呢？这叫马上出位，啊，再比如说掉一匹马，这个马背上呢比较这个马的屁股上啊比较夸张的掉了一这个掉了一只苍蝇，还比较大苍蝇啊，这叫马上蝇啊，怎么样怎么样？那清代的时候有吗？那一定是没有。那么现在我们那想象当中或者干什么有雕出这些东西来，为什么呢？就是延续一个发展，对不对？就是延续上代，延续下代啊，再慢慢这个往后延续，一直是从这个几千年之前啊延续到我们现在。那么说到清代啊，刚才说到清代了，着重说一下清代，因为清代离我们最近嘛啊。那么清代呢，这个对于我们这个玉器发展史非常有贡献的一个人啊，必须要提一下，是谁呢？是这个清乾隆啊，乾隆皇帝啊。这个乾隆皇帝呢，我叫有个外号啊，叫玉痴。为什么呢？他特别特别喜欢玉，哪怕是御驾亲征的时候，随身啊也都带着一些玉啊，也都带着几块玉，那个盘玩盘玩，欣赏欣赏。他就特别钟爱这个玉器的收藏啊。比如说为什么要提他呢？因为他喜欢完了之后呢，就影响了一大批人。你比如说这个王侯大臣啊，这些富家啊，这个受皇帝的影响，他们也都喜欢，就跟着皇帝喜欢。所以说造成了什么呢？造成了乾隆的工艺呢非常的好。玉料大家都差不多了，玉料啊大家都差不多了，那怎么再分个高下呀？那就是在工艺方面。所以大部分的乾隆时期制作的玉器呢，工艺非常的精美啊，不惜工本，一个词形容繁复啊，而且又不惜工本。所以说呢，这个造成了这个收藏圈当中啊，确实你看这个大家里面也有比较有经验的啊，同样都是一件玉器，清代的，只要是稍微工艺好一点的，大家都在说，哎呀，这是清乾隆的，啊，这是乾隆宫，怎么样怎么样？他为什么都这样讲啊？单纯从市场的收藏角度来说，整个清代只有清乾隆的玉器是最值钱的。同样一件玉器，啊，不是说是那个大家咬文嚼字啊，比如说同样一个玉瓶，那晚清的就比不了清中期的价格高。那么清中期的和清乾隆的价格又差好几倍啊！明清玉都是这样嘛，明清不分家嘛，为什么叫明清玉？为什么不叫明代的玉器和清代的玉器？明清不分家，因为跨度时间非常短啊，而且还有个延续，所以说我们称之为明清玉。整个明清玉当中价值最高的也就是乾隆时期的玉器，它和瓷器不一样啊，什么雍正的、康熙的啊，那个都比中期的普遍要高啊。真正玉器的收藏呢，就是清乾隆的，那这个档次、等级、规格是最高的。为什么呢？玉料又好，雕工也精美啊。那么这个乾隆皇帝他喜欢玉，下步就讲这个和田玉为什么珍贵啊。乾隆皇帝喜欢玉，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出现了，他出现了什么呢？他出现了官督民财啊，这也是史无前例的啊，这叫官督民财。什么叫官督民财呢？就是在乾隆24年的时候，乾隆派办事大臣啊成立了这个机构，派出办事大臣在乾隆26年啊成立了这个机构，官督民财。因为他任命好这个钦差大臣，这个办事大臣，他要从北京还要再辗转反侧，要到那个哪去，到和田去啊，到新疆去啊，
他这个整个这个路程啊，还有他的一些准备啊，那用了2年的时间啊，实行了官渡民财。这个官渡民财是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人力、物力等等啊。为什么呢？因为乾隆皇帝喜欢官渡民财。什么概念啊？传说当中，清政府在乾隆时期，乾隆退位的时候，国库基本上已经空了。传说就是因为喜欢鱼。那么有没有事实根据呢？某些方面是有事实的根据在里面。为什么呢？成立了官渡民财嘛。官渡民财是什么概念？就是我举个简单的例子给大家讲。他派了人去官渡民财，那原文当中记载是什么呢？亦使当地采鱼工人捞鱼啊。这个鱼工维族人啊，鱼工，你一家四口人，举这个意思，你派一个人有经验的啊，你派一个人去这个采鱼也好，捞鱼也罢啊，你派一个人，你派一个人呢，可以免你一年的赋税，就是你整个一家这个要交的税啊，交的粮食啊，给你免一年。那么如果派两个人，那就免2年。如果四口之家或者五口之家指望这个吃饭有3年啊，不光是免3年以上的赋税，而且还有什么呢？大量的没有饭吃不行啊，对吧？有大量的补助啊，等等等等啊，在这儿啊，所以说呢，这个成立了官渡民财啊。这个官渡民财成立了之后，当然了，那就有，他就整个把和田玉的资源给统一了啊，某种方面啊，大范围的是统一的。你比如说，我们捞鱼是捞资料啊，下河捞鱼啊是捞这个资料，在玉龙喀什河嘛啊。那么还有些山料呢啊，我们在市场当中和拍卖会见到的大部分的这个利件，比较个头比较大的，大部分的是什么呢？大部分的是用这个山料去做的啊。关于这个山料的图片，大家去看一下，大家这个直观的印象会有一下。啊，看到屏幕啊，上面这块石头啊，其实是块玉，是个山料啊，这是个山料。那么呢，这个山料产在哪呢？啊，大家都挺好奇，这个和田玉为什么贵啊？那个和田玉的形成是怎么形成的？和田玉的形成呢，就是因为这个地壳运动啊，这个产生的变化，几千万年、几亿年所形成的啊。那么乾隆皇帝在开采玉料，全世界到现在为止啊，开采的任何的一个矿料，或者是开任何的一个矿，无所谓，只有两种方式，就顺着玉脉啊，一种是坑道式啊，就是比如说是高速或者是火车，大家入一个隧道啊，它进去，这叫坑道式，因为它从这一面啊发现了这个玉脉，它就一个坑道这样打进去啊，这叫坑道式。还有一种方式叫竖井式啊，平坦的一块在这地方发现鱼料了，它就要打个井啊，就像美井一样，这样顺着这个玉脉打下去啊，开采出来的山料啊，这叫竖井式。无所谓这两种方式，但是乾隆皇帝创造了第三种方式啊，他这种方式就除了他自己这样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再往后都没有他这样玩的，您玩不起啊。他创造了一个什么呢？叫玻璃石。什么叫玻璃石？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个独山，不是那个大禹治水，大禹治水图啊，大禹治水在故宫啊，很大很大的一块料啊。当时发现了这块料之后，
安世大臣就下令把旁边的，因为它不是籽料，是山料嘛，旁边的石皮一点一点啊给敲掉，保留了整最大范围之内保留了整个原石，因为体积非常大呀，保留了整个原石。这个玻璃石太费时费力费金钱，为什么呢？这个玉料开采出来之后，再把它运到我们北京用了多长时间呢？那过去也没有火车，也没有轮船，也没有这个飞机啊，那个运了多长时间呢？运了将近11年，因为太大了啊，运了将近11年。完了，再有玉雕的师傅过来雕，雕刻用了多少年呢？用了将近4年的时间，前前后后将近花了15年的时间，才形成了什么呢？形成了我们现在的大禹治水图啊，国宝。那证明一个问题啊，就是太费时费力了，所以说他这个国库就空了啊，国库就空了。国库就空了之后呢，这个为什么说沙和珅呢？当时这个嘉庆皇帝啊上台之后，他杀了个和珅，杀完和珅之后，罚没的财产够当时清政府的国库充盈3年啊，3年。所以说他这个大贪官嘛，那得把和珅给杀了。到了嘉庆皇帝的时候，嘉庆皇帝把这个政策就给改了，就给放开了。嘉庆也是清中期啊，对吧？那他为什么这个嘉庆的玉器那个雕工啊，或者是打磨呀等等啊，他比乾隆的就稍差点意思，虽然都是清这个清中期，就是差点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他实在是不敢玩了，确实是玩不起了。那所以说在嘉庆4年的时候，嘉庆皇帝呢就废除了官渡民财啊，就把这个官渡民财给废除了。废除了之后，当时为什么说和田玉珍贵啊？当时源源不断的中原人跑到哪呢？跑到和田去发财，去采这个玉，因为玉石太珍贵了。但是呢，由于路途的遥远，还有各个方面的不方便啊，气候恶劣，路途遥远等等啊，也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在春园的这个西域见闻录里面曾经有过明确的记载啊，当时刚刚放开的时候采这个和田玉，这个以江浙人为主啊，10人制而10人烦，10人制而1人烦。什么概念呢？100个人去，只有10个人能回来。10个人去，只有1个人能回来。那么这1个人，这1/10的人，那肯定是带着玉回来，基本上也都发财。现在的话通俗易懂一点啊，那个基本上都发财，但是付出的代价极其惨重，9%的人都已经没有了。由此可见和田玉的珍贵性和它的稀缺性。为什么价格那么高啊？现在拿现在来说，市场上仿品非常多，比如说这个仿战汉的、仿这个明清的仿品非常非常多，那个这个仿品的数量占真品的数量数以百万比一都不止，那我认为都不止。那都是用什么料啊？都是用大家比较熟悉的啊，鹅料、青海料，甚至于韩料等等，这些用料呢去仿制和田玉，仿制古玉。
自古以来啊，我们就这个玉雕行业当中就流传着一句话，叫好玉不做旧，做旧无好玉。好玉它是不做旧的。哎，为什么？你现在好玉良玉你做旧干嘛呀？你不做旧卖的价格反而高，你做旧了这个价格未必能卖得过新玉，而且现在新玉的价格也居高居高不下啊，一路这个攀升，因为什么？资源非常枯竭啊。大家看一下，这是新玉的资料，刚才看到这是山料啊，这是新玉的资料。这些资料产在哪呢？就产在这条河里，这个河床。这条河叫什么呢？叫玉龙喀什河。整个支撑昆仑山的就两条河，一条玉龙喀什河，翻译过来叫白玉河，还有一条河叫什么河呢？叫喀拉喀什河，翻译过来呢叫墨玉河。啊，两条河那支撑着昆仑山脉，昆仑为万山之祖嘛。啊，这些玉料呢就产在这些地方，这个河床。啊，看着这些，大家看着像鹅卵石一样的这些石头，其中里面也有啊，有的就不是石头，雪山融化啊，或者这个带着这个玉啊滚下来啊，在河水里这个在冲刷滚的时候，棱角就磨得差不多了，河水经过啊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的冲刷，它就形成了这种光子啊，形成了这光子啊，一般都是库尔邦节那个时候。其实真正采玉的上山采玉啊，第一是条件非常艰苦啊，第二是这个大家不容易，就是说是时间非常非常局限。那我在这个新疆的时候，我去那个跟着这个玉工上山的时候啊，条件非常非常的艰苦啊。这种好的玉山料啊，好的玉比较细比较白的玉，还有量稍微大一点的，不说是很大啊，一般产在什么地方呢？就产在这个山这个靠近顶部的那一部分，就是常年积雪不化和雪融化了。你像富士山吧啊，就是那上面是不是常年积雪不化呀啊，这个积雪常年不化的地方和下面有一半是化的嘛，这个接触的一个地方，那大多数的美玉是产在那儿啊，就玉龙雪山。其实大家都说玉龙雪山是不是那哪个地方的一个名词啊啊，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个地名叫玉龙雪山。不然，不是这样，玉龙雪山是个形容词啊，就是它这一块啊产这个美玉啊。时间久了，雪水融化，带着这个雨水，把这个山石包括玉石这样冲击下来，冲击到这个河里，再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和田玉的资料啊。有一段时间，大家看这张图片，有就前一段时间嘛，前几年吧，这个和田玉的市场啊，就是在这个。就和田玉这个籽料，大家还可以随便去在河床里去捡捡或者怎么样。结果呢，这个有很多商人哈，那个其中这个比较出名的有几个，我都是我很好的朋友啊，这个我都非常非常了解。就包括现在那个这个整个这个维族人控制这个一手市场的这头什么的，我都很熟啊。他们就告诉我啊，早期开放的时候，大家就是维族人啊，还只是在河里去捡钓啊，在这些石头当中去挑这些料。结果怎么呢？结果就是我们这个还是以江浙人为主啊，这个脑子肯定是聪明的啊，他就去挖掘机、装载机、传送带等等一切现代化的东西进去了啊，进去了之后呢，他就花钱雇了啊，这些人呢就在那个给他把这个石头这个原石挖过来以后给他挑啊，
一边调一边剪，这个传送带就在这个传送带上啊，这样来回的调剪。这些人也都发财了，因为什么？因为河床泥沙，你维族人你只能剪表面的东西，下面你挖不到的，但是他挖掘机可以做得到，他给你挖走了，这一部分人发财了，别人也眼红啊，别人也去，结果呢，这一波浪潮基本上把和田玉啊这个资料就挖的差不多了。但是知道晚的人呢，他又不甘心，想发财啊，他又不甘心，他又怎么办呢？他又第二遍抱着侥幸心理，他们也许没有挑干净，就把他们挖的那个第一河床再深吧，第二把他们的料又翻过来啊，再翻一遍，怎么样？造成了玉龙喀什河这个河道基本上都改道了，基本上都改道了。你看这个河道基本上都改道了，所以说政府呢就开始控制，说不能再挖了，再挖也没，确实也没有了，也不是说没有吧，就很少很少了，那就开始控制。所以说现在以前的那种野蛮的做法，现在可能不太适应了啊！你看，就是在这种地方，大家看这张图片啊，就是在这种地方，这还是好多年前拍的啊，就是在这种地方，他已然还有的挖掘机个别的抱侥幸心理的还在挖，那都已经和河道没关系了，但是过去的老河道啊，已经和河道没有什么关系了，这是过去的老河道，那为什么制止啊？因为这个利益所使嘛，把这个几千万年留下来的几千年这个留下来的河道他都给你改了，是不是啊？你看这个现在的现代化的工具啊，这个推土机，这是啊，就找这个和田玉的资料，大家再看一下啊，这是当时在那边拍的照片，那个为了方便做课件呢，当时还标上了价格啊，我写上了一个简单的一个价格，大家懂行的人一看这个料，一看这个价格，现在再看这个价格，那都会一窝蜂的去涌上去了。现在这种料，这种价格如果成交给你的话，那都像捡的一样，那都像捡的一样啊！现在这个价格什么价格呢？基本上是当时标着的这个价格。再看这张图片啊，你看，基本上是标志的这个价格，1500，这个红皮白肉的，你十倍不才15000吗？这个光白籽儿，大家现在还非常认可，当时多少钱呢？大家看一下，现在的价格是这个时候那个价格几十倍，过百倍都不止啊！做过一个估算，做过一个什么估算呢？就是说，当时如果肯投资，80年代末90年代初，如果肯投资20万到30万做玉器的收藏，也不要去买什么明清玉，也不要去买什么大师的怎么样等等等等啊，就买这种质量稍微好一点的原石原子，到现在到年吧，我出国将近5年了啊，4年多了啊，到7-8年之前出手，80年代末90年代初到7-8年，7-8年前那个时候出手，现在价格会更高啊。那时候出手，出手的话会多少钱呢？能到2000万，能到2000万啊！这个投资的利润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再也没有了。物以稀为贵嘛，对不对？清代过去之后，我们这个接着去讲啊。清代过去之后，这个到了什么时候呢？清代过去之后，到现在为止，我们这个玉器收藏啊，玉器的收藏是什么呢？名家，大家都知道，早些年的时候就是5-6年前吧，那现在的行情我估计是
有涨没跌啊。这些时候呢，这个收藏大家收藏的什么呢？多呢，就是升值空间比较大的，工好料好。那怎么叫工好大师？比如说现在那个国内非常有名的这个大师，有什么崔凯啊，这个倪维斌呐、啊、等等啊，这些中国的制玉大师，他们的玉做出来，那几万人民币是很少很少，基本上是没有。几万人民币最多也就是买到他一个工作室，他的那些徒弟或者那些学生做的啊，他们那个动辄不动啊，这个光雕刻一件工钱啊就要几万几十万不止，光工钱啊几万几十万不止啊。而且呢现在也分各种门派啊，叫海派玉雕怎么样怎么样。其实这个门派啊，大家收藏啊基本上都收藏了这种名家雕的。那相对来说呢，在质量方面有保证。那这个门派呢，其实这个门派，这个大家这个在学的细一点的，有很多人都知道啊。这个什么扬州宫、苏州宫，还有京宫啊、北京宫等等这些。现在呢，很奇怪的一个现象，有的时候我和他们在聊天啊，那个和他们在交流的时候，京派的，就是北京的。他好像就是怎么形容呢，就有点那个偏见吧，就不太瞧得起这个啊苏州的、上海的那种工艺啊，苏工。那么呢苏工呢，就是苏州啊、上海啊，怎么他又认为北京的工呢会粗一些啊，怎么样？其实这都不然，都是一脉相承。为什么呢？刚这个乾隆皇帝喜欢玉啊，他不能光这个什么吧，啊，他不能光买这个料吧，啊，他不能光源源不断的往北京去运料吧，对吧？他呢就集中了全国的制玉名家、制玉名将给他制玉，为了方便起见，就是在北京成立了个什么呢？叫如意馆。这种如意馆呢，这个如意馆集中了全国的水平比较高或者是非常高的这种玉雕的匠人啊，一直在延续，就像盗版处一样啊，一直在延续，只负责给乾隆皇帝、给宫里人雕玉制玉啊，到最后啊，一直延续到最后。因为这个相对来说成本就低了，那无所谓，就是人的工钱嘛，啊，又没有多少人，啊，一个国家去养这几个人是养得起的。到了最后，清政府的灭亡、民国或者怎么样，这些人都回不去了。怎么回不去了？你想想，他清代清乾隆的时候他就过来了，啊，有的带的家眷，有的在这个时候啊，他就是。回去来回也不方便啊，就在当地，就在北京啊，娶妻生子，这样一代一代啊，父一辈子一辈，一代一代把这个工艺就这个传下来了啊。就包括什么呢？包括当时我们刚刚建国时期的北京玉雕厂啊，早的时候北京玉雕厂的一些工程师啊，或者是玉雕的匠人呢、啊、非常好的这些水平非常高的，当时基本上也是这些人的后人啊，大多数是这些人的后人，一直延续至今。所以说大家应该没有什么这个再往早的去溯源的话，应该都是一脉相承的啊。另外呢还出现了一个特点啊，那个其中这些工艺里面大家也能这个经常了解到啊，有一种工艺非常特殊，叫什么呢？叫扬州工啊，因为《天工开物》当中记载嘛，这个名师虽云集京城，就是名师玉雕师傅虽然都云集在京城，但是工巧首推苏郡啊，苏州玉雕之乡嘛啊，这个项王弄、专诸项啊，但是过去都是比较集中的玉雕作坊啊。这个
后期呢有个什么呢，有个扬州鼓，啊，大家那个在以后随着这个乐器了解的更多啊，或者是什么的时候会碰到这些。那扬州鼓的特点是什么呢？扬州鼓的特点呢，基本上是属于产那个大件儿，山子或者是瓶子啊，那个炉瓶和比较大的那种啊，比较大那种摆件儿，那大的。为什么呢？叫扬州鼓呢？其实扬州鼓啊，相对来说你大的嘛，就顾名思义，那个稍微粗一点，稍微粗一点啊，越小的越精细嘛，对吧？当时是先到扬州，走这个水路啊，运河走这个水路，先到扬州。到了扬州之后，那边苏州的人过来取料，啊，取料买交易，啊，小的他可以运走，啊，你像这就是图片放的这些这个资料，几个布包什么的，咔嚓一背就走了，啊，再大一点的放船上啊，那个。或者是那个箱子或者是包袱大一点他就带走了，但是更大一点的或者是那个几块大的你就不方便携带，不方便携带，人工成本也就高。所以说呢，有很多苏州的玉雕师傅呢就留在了扬州，在扬州开了作坊，雕刻什么呢？雕刻这种不便于携带的玉雕，就是大料嘛。什么叫不便于携带？就是大料。那所以说自成一派啊，叫扬州鼓啊。慢慢到了最后，到了后期的时候啊，也自成一派了啊。这个就是这个我们俗称的这个扬州鼓啊。这个时间也不短了，这个简单的给大家把这个和田玉啊这个历史啊贯通了一下。那么新玉啊，刚才说了。大家现在的收藏啊都是那个名师啊或者干什么真正升值空间的啊，有升值空间，升值空间比较大的啊，那名师，但是价格实在是太高了啊，这个实在太高了，很多人是望而却步的啊。时间也不短了，这个本来是一个小时，我看着这一下这个说过头了，说了这个挺长时间。最后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大家应该怎么样去入手，怎么样去收藏啊？把握一个要点，把握一个什么要点呢？大家如果是想在这方面做投资、做经营啊，还有一些本身我有几个朋友在里面，好像也是做这种生意啊，还做得不错哈、啊，做得非常不错。这个给大家那个提示一下。啊，收藏呢，就是无论是瓷器、玉器、字画等等啊，一定要做到精。什么叫精？就是别人都没有的，我一定要有；别人都有的，我一定要精。啊，一定要把握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经济或者社会在出现不稳定的时候，或者是。到了一定高期的时候，到了一定高点的时候啊，真正能避讳这些东西的只有高精尖的东西。比如说啊，经济状况不好，那、啊、那个比较普通一点的这种古玩呢，这种古玉呢，你很难形成市场，就是大家都不会，就是很少有人去出手买了，因为都很困难了啊。还各种贷款也好，或者经济条件不是很允许也好，等等等等啊，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了之后呢，就是说是普通的，我们这个行话叫老普啊，这种老普残，这种很难产生它一个更高的一个价位。那么呢，大家如果是刚才我说的啊，选择精的，别人没有的我们要有，别人都有的我们要精。这种呢，无论在什么时候，啊，都是每年以递增的，一直在往上增，而且这个生长的空间还非常大，啊，所以说到最后呢，这个我给大家这个有个小的这个小经验和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啊，就是尽量入手，啊，真精尖
啊，简单三个字，真经见。那这个很高兴呢，这个通过这个平台啊，这个和大家认识，和大家交流。由于时间的关系只能讲到这儿，而且呢讲的也比较笼统啊。那个举办方呢，就我们问玉山社呢，那个希望以后啊也给大家多创造一些这样的机会啊，方便那个在以后的时候就希望和大家一块儿这个在这上面呢这个多多的交流啊，多多的分享一些经验，多多的交流一些鉴定方面的经验呢，还有收藏方面的经验呢等等啊。这个有讲的不好的地方，或者讲错的地方，或者是讲的不到的地方，那个大家多提意见啊。这个今天就讲到这儿。具体每个时代以后每个时代的时代特点以及一些鉴定的小技巧啊，在以后的这个生活当中啊，慢慢和大家这个或者课程当中啊，慢慢和大家分享，好吧？谢谢大家。太感谢你了，丁老师。对，这个讲的太好了，我们都还没听过瘾呢。完了，时间实在是太快了，简直是飞逝。这个就是，我也积攒了很多经验，大家就是一直在跟我聊天。那我接下来就是会跟您在私下里聊一下，就是看看接下来以后我们如果有其他的课程的话。大家非常期待，那我们怎么样可以能做得更好一点？好，谢谢电视。好，再见，再见。